其实真的很难得，我们有这机会大家聚在一起，因为我们的营业性质，我们要跟会员交代，所以大家有机会这样聚在一起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对，然后也感谢各位今天有照这个主题，虽然感觉最橘的人是我，然后现在看出去是一片橘这样。好，那帮我接下去。好，那。